to rain. Day after day, after day, after day, yeah. Day after day, after day, after day. If you wanna go away and I should never stay, yeah. If you wanna go away and I should never stay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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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谢谢。魏如昀的演唱，就演唱的部分，张宇老师请讲评。赖盛伟哈，基本上你今天选的这个歌曲，你自己本身在这个表演的完成度上面，大概只有50%-60%而已哦。那我觉得盛伟他基本上他的声音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听你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没有那种感谢上帝给你这种好声音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觉得你好像在很肆意的在就是就是唱这样子。那而且我觉得一般的歌手哦，大家很喜欢表现他的高音，到高音的部分他觉得他很稳定啊。但是在前面低音的时候，事实上是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在主歌的地方，事实上如果你主歌唱得好，他事实上能够帮助你高音的情绪的转换。所以说你不应该只是在等待说，哦，我快到高音的部分了，我终于可以把我的拿手的东西秀出来了，不对。害怕去告诫，先在之前就要把你的前面的低音的部分修好，包括前面上一组的两位歌手也是一样碰到同样的问题。那至于魏如昀的部分，因为这个是你的自创曲，那我觉得你基本上在表演的完成度上面也并不很高，大概70%左右。其实在创作上面，在形上面都已经有非常与众不同的表现了。那我觉得你现在接下来要加注在你身上的是，你怎么样传达你的东西，让大家觉得说，哦，我真的觉得上帝来了，我真的世界毁灭那一天来了。我刚才没有感到，我就刚才只是觉得说，上帝好像今天请假没来的感觉啊。这是我个人听完的感觉的看法。好。我想在这一组的这个 PK 呢，马上我们就来看分数。首先赖盛伟可以得到几分，请评审按灯。赖盛伟得到的分数是13分。好，魏如昀的自创曲 Never Stay 可以得到几个灯呢，请按灯。12分，哎呦，18分，谢谢，非常高的分数。好，演唱部分林志炫老师也给他一些意见。我稍微补充一下，今天胜负最大的差别是在于，赖同学，其实你自己体内本身我要讲的气息其实是饱和的够的，你有一大堆真气，可是你不会用，完全不会用。然后那个经常应该要那个强弱的控制上，经常都不知道插到哪里去，真气有可能是对乱窜。这样讲比较容易了解，但是你之后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，很大的一课。那另外我觉得魏如昀，我觉得他是胜在，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，所以他很容易掌握自己的气息。OK， 这个指日可待。谢谢赖盛伟，也恭喜魏如昀，谢谢。70分吧，70-60分，哎，就。虽然不是像之前这么紧张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声音的控制不是很稳，就刚刚评审讲的一样，就是声音乱窜这样子，就觉得还要多加油。真的在歌词没有完全准备好，又不懂得调配自己气息进行演唱的赖盛伟，在 PK 赛中挑战失败，成为了第三个失败者。而这时淘汰区的气氛愈加凝重，下一个会是谁来到这里呢？接下来下一组的 PK， 好，我来抽男生好啦，看看哪一位男生，请出列麦哥，一样伸手进去，不要拿出来，我帮你看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麦哥。哦 ，OK， 想换吗？依照你的直觉，不用换是不是？直接来是不是？麦哥要对上的这一位是高材生，我们的林怡蓉。今天要演唱什么歌？蔡健雅的《Beautiful Love》。
哦，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， 你刚刚抽到他，麦哥就又有一个这样的表情，为什么？也是你怕抽到的对手？对，我很不想抽到他。哦，你不想抽到他？对，因为你怕把他 PK 掉吗？不是，没关系。麦哥今天带来什么歌曲迎战？刘春江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？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？ 啊、哦，那个狮子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掌声欢迎麦哥的演唱。其实我知道，其实跟我同一组有些人，其实就比较不会怕抽到我。然后就是，其实我也没什么想讲，我就会唱好我自己的歌。然后我觉得我今年表现会跟以前不一样。希望大家能胜利。对自己相当没信心的黄麦哥，在彩排时虽然卯足全力反复练习，但容易紧张的他，面对这样沉重的压力，会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？There's a time for everyone if they only learn.This cold moves on in turn. There'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de outdoor. When the heart of star crossed the motion, be in time with yours. And can you feel?It's enough, but it's why I wonder that we call this home.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? It is land to rest. It's enough.演唱这一位呢是英国皇家学院的哈，所以你今天要演唱的是 Beautiful Love， 来蔡健雅的歌曲。对，说他很可爱，他说刚回台湾的时候不太敢出门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台湾女生都很瘦。哦，台湾女生变态的减肥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有在瘦身？哦，有啦，有很成功，很成功哈，好，不要影响他演唱的心情，拍子，马上来欣赏这首 Beautiful Love， 欢迎他。因为允许有换速度，就是加快一个，所以变得换气比较喘，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有练一下新的速度，希望就可以表现 OK。比赛前，拍子都还没有最好的音乐高材生林一荣，能否带来完美的演出呢？接着这一对超级好朋友的 PK 大对决，竟然会让评审难以评分。对一个节拍、一个音准都要求相当严格的林一荣，原本预计在演唱中加入小提琴的演奏，只是反复彩排中发现这段演出竟无法增加歌曲的完整性，而忍痛放弃。在改变表演模式后，他的演唱还能完整呈现吗？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。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谢谢。我失去过，更珍惜了。